男朋友们、女朋友们，大家好！哇，真的，我刚刚保养是一定要的，对。但是刚刚有跟听听也聊到，其实你很早认识自然美，是首先要先恭喜这个东森自然美在大直的旗舰店开幕了，是是对女生或是对男生朋友来说都是一大福音。说到自然美哦，我出道的比较早。是我出道比较早，那个时候网际网络其实没有那么发达，而且包括我们对美容的资讯也没有那么了解。然后我记得我同一年出道的时候，因为我只知道化妆，我不知道什么叫卸妆，好好卸妆，对，也不知道什么叫好好保养皮肤。那时候我皮肤就开始出状况了，因为我脸没有洗干净，然后就发现到我开始一直在冒东西，冒豆子啊，后毛细孔阻塞啊，那觉得怎么回事搞不懂。那时候我妈妈看了也很慌张，所以马上带我去自然美。所以其实我第一个有基础保养的概念就是从自然美来的。哇，那时候是算是大姐姐嘛，对，她真的帮我整个清干净之后，她教我怎么洗脸，她教我怎么上保养品。等于说我非常感谢自然美，那时候等于说帮我打下很好的基础，才知道说我们在使用皮肤的同时也要懂得修护它。哇，真的善待它。所以其实刚刚有讲到蓝女人也是可以很漂亮的，没错，对，因为其实在我们现在每一个，尤其现在不管你是真的是家庭主妇也好，任何的职场的工作女生也好，我们太多的事情对同时都要进来，对对，然后在时间有限的情况之下，我们要能在短时间同时要完成十件事情，没错。我到边3、2、1请剪彩。左下角这边再一个哦。